자, 알겠습니다. 발표할게요. 와, 나일라. 심사 결과는 보너스 별을 얻을 수 있는 우승팀은 타이텐很牛，타이텐真的很牛，我们组也很尽力。我们这次一定要赢，不管是我也好，或者是对他们也好，排名尽量再往上提。 타이텐 太开心了，真的，也很感谢队友们，没有他们，说实话也没有我这一次被老师夸的感觉。 起范儿了！哇，鸡皮疙瘩起来！选择潜意识的交界，和梦混合的画面，在乎谁的忐忑，颠倒世界规则。 交界，梦混合的画面，总是谁的？
制作人。如果你喜意他们的表演，就请按下手上投票器的相应数字，对他点亮星耀值。一号谭逸天，一必须是一。二号梁思旭，三号郭瑞贤，四号蔡音，五号魏谦文，六号江文俊。投票通道开启，限时2分钟。